第28次实验开始。 在看什么？往这街上人来人往的人啊，大家其实都挺忙碌的。对呀，上班有上班的忙，下班也有下班的忙。这城市还挺有意思。当你跳出来看看这些行人，你突然间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辛苦。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坚持。 你的坚持我想到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在偷偷的做实验。所以说你会告诉江总吗？出于原则，你现在的做法，我并不支持。也就是说你会。我需要知道，你在物流分拣，还有自动驾驶项目，这两个时间分配是什么？ 收集证据啊！说不说取决于你。我们整个组现在在工作的时间之内都在全力以赴的去攻克物流分拣系统，但下了班之后的时间是我们的。我每周有3天的时间去负责研究自动驾驶项目。有问题吗？那你研究项目需要的资金呢？之前的资金还有盈余，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你真的是一个疯子。你让唐小涵尽快做一份你现在自动驾驶项目最新的实验结果给我，我需要进行评估一下，越快越好，送到我的办公室，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要求。下一个呢？对于你这种作为，我并不支持，但它是你自由的时间，我也没有理由反对。 所以，我第二个要求就是，工作归工作，要劳逸结合，不要影响你的身体，否则你会心疼我。我不想付工伤医疗费。好了，时间不早了，喝完这杯赶紧撤了。 嗯，对了，我早上起来看到他了，一个完好的他。谢谢你。我要谢谢你，知道了我的秘密，还能这么客观的跟我对话。送你一首歌。 这是干嘛呀？举报你！不是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话，吓坏了吧？你是不是觉得你手里有我的把柄，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在这威胁我、戏弄我呀？啊！我现在就跟江总说去。说什么？江总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物流分拣项目小组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我想以小组的形式去参加大型物流项目的需求会，这不来问你了吗？这个之前没听你们提过。啊，谢谢。
这个消息啊，昨天晚上刚得到，所以我连夜跟徐总探讨了一下。今天应该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好，按你们说的办。徐总确定小组成员。您注意身体啊。这家伙装模作样还挺能演的啊。你也不赖呀，还连夜跟徐总探讨了一下。哼。我到了，江总。今天你这么辛苦照顾大家团建，还有这么绅士的把我送回来，谢谢你。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我喝了很多酒，但是我没喝多，总是有些奇怪的想法，止不住的往回想。当初这套房子是给我前妻准备的，今天站在这个电梯间呢。 我和我前妻的一步一步就在眼前。江总，我认为啊，人是应该往前看的，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吧。这房子，我前妻也挺喜欢的，一直没住过。现在你住在这里，也许这就是命运吧。我今天晚上喝了有点多。 我就先回去了。那我扶你进去吧。啊，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哎，你自己怎么行啊？江总，你们这是干嘛呢？啊，我有点喝多了，所以江总要扶我进去呢。哼。哎，要不这样，江总，你也没少喝呀，你早点回去休息。 我们俩住邻居，我来照顾你。今天团建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哦，我这不前两天身体不太好，住院了吗？医生让我一定要听话，说只有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为你们公司效力。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我来照顾 Lisa。哎，江总，童工程师呢，正好是我的邻居，所以他照顾我也挺方便的。你今天喝的也不少了，要不你就先回去吧。 那就交给你了。晚安啊，江总。谢谢啊。我的天哪！要不是你出来帮我结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圆这个场。谢谢你啊。喂。怎么了？我跟你讲话呢，你怎么爱答不理的？ 啊，不客气。什么情况？我只是觉得女人出门在外应该学会注意分寸。我怎么了？吃错药了？喂。 师妹，还没睡吧？哦，还没呢。我还是不放心你。其实我在楼下还没走，还是想来看看这套房子，就当是和过去做个告别吧。点开门。师妹，嗯，原谅我很唐突，但是今天。 真的，我的情绪真的很。江总，又见面了。童工程师，你怎么还在？我这不护送徐总回来吗？后来我俩就过程中探讨了一下项目的问题，你看，电脑都带了。这么敬业？嗯，你不是想看房子吗？要不先来看看？来，请。 看完了，都挺好的，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我买了一些家具家电。
我这么不影响你们工作吧？不影响。要么一起聊聊？来呀，一起啊。所以说，我还是单纯的认为这个运动光是升级是不够的，它最重要的做的是革新，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来革新。我完全同意，哪怕没有那么快的去实现，但是只要是客观的、合理的，那客户就喜欢呀，一定是根据我们的节奏来呈现的。 您觉得好？都挺好的。哎，江总，要不要我们一起风暴一下我们信物流机器人的方向？不了，我今天确实有点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你们继续风暴吧。哦，我们送你。好，送你一下。 难为你了。哎，对了，你说你大半夜找我过来帮忙，你怎么不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国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感觉这个人有点见不得人啊？天天躲躲藏藏的，见光死啊！ 你好像很关心他，我是关心你的安全，免得大半夜经常向我求助，让我过来帮你。其实有些事情你没有必要问得那么清楚，那天不是看见了吗？我看到啥？ 哦，你说的是小野意料那一天，对不对？那巧遇啊！继续装。我跟你装什么装了？真是偶遇。你听到我的电话，你就跟着我出去了。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走了呢？还有啊，童宇，我真的搞不清楚，你那么喜欢跟踪我，就那么关心我的私生活，你是不是喜欢我？<笑>我喜欢你，嗯？我又不是江胖子，又不是国王，我为什么要喜欢你啊？ 你说你这个身边的这么多男性朋友，你为什么会离我越来越近？我什么时候离你近了？没有近吗？你搬到我们家隔壁来住，还不近，还要怎么近？搬到我家来住？童宇，我警告你。哎，徐东，江大牌也好。 还是国王也好，我跟他们什么关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相当于我从来不去关心你的私生活是一样的。我有问过你跟什么女人是什么关系吗？我坦坦荡荡。对，坦坦荡荡，所以你一无所有，因为像你这种男人，没有女人会喜欢你。谁说没有人喜欢我？ 怎么了？今天这么跟怨妇似的？我说一句，你写一句。干什么？有的男人啊，总以为自己是银河系的中心，以为自己是太阳了，殊不知银河系也只不过是众多星系当中沧海一粟罢了。而且它非但不是太阳。 还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陨落的小陨石罢了，可笑、可悲、可恶。确定。
一切正常，恢复的挺好的。谢谢你啊，白医生。啊，对了，那个上次请您吃饭也没吃好，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改天你想吃什么，你来点。真的吗？正好今晚我不值班，要不今晚怎么样？很好啊。但是我不想去外面吃了，要不咱们随意吃点家常菜。 其实我这个人平时不怎么喜欢在外面吃饭，我觉得家里吃既干净又卫生，同时也能保证足够的营养。就是不知道，童先生愿不愿请我去家里吃顿便饭，或者说，你压根就不会做饭。我跟你说，我做饭非常好吃，今天晚上就去我们家吃饭。我等一下把地址发你啊。不用了，我知道地方。 徐总，过来买吃的。哎呀，今天家里面来客人啊，买这么多东西。啊，对啊，今天晚上有个约会。徐总，要不要一起？我是说一起吃饭，你想买？不去。我猜你也不去。徐总买这么多零食，是想自己一个人独享夜晚。 我给您一个建议吧，好吃的适合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个人吃没味儿。不要碰我东西！谢谢你啊，不客气。倩倩，气速。倩倩。 医生，哦，发展更快呢。我怎么也可是干这么龌龊的事？你还有这个习惯？对啊，你知道吗？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对食物说：“谢谢你用你的生命延续了我的生命。” 你不觉得知道这个以后，每一顿饭都变得温柔起来了吗？可是我的感觉怎么会觉得其实挺残忍的呢？如果换成是另外一种说法，简单粗暴一点，就是给爷躺好了，我准备来吃你了。<笑>尝尝你的手艺啊！ 味道还不错，好吃。
很意外。确实让我很意外。我以前以为像你们这种搞技术的男人，总是戴着副眼镜，板着个脸，做事情也规规矩矩，不温不火。但自从认识了你，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为什么呀？因为你很与众不同啊。其实你跟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的医生也很不一样。你知不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我最怕进医院，最害怕那些穿白大褂的。我感觉一看到他们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但是我见到你就很不一样，你让我感觉很温暖，很安心。好像得了什么大病，在你这儿全没事。行了，咱就不要再互相吹捧，这再吹下去都饱了，吃不下了。这是扫地机器人吗？怎么跟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你可以叫他小白，试一下。小白，怎么还跟我一个姓啊？你好，女士，你也姓白？白姓是中国的姓氏之一，原初有五，除却比较著名的嬴姓，还都以地名为氏，出自部落，出自改姓。这个小白挺厉害的，看来我跟你的小白还挺有缘分的。其实我们俩也很有缘分。有缘分？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吧？那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1/4000，很多人都擦肩而过了，而再次相遇的概率还不到1/1000，而我们就是再次相遇。我听你上次说过那意思，好像再次相遇是什么意思？2年前，我就见过你。中山东路十字路口。没事没事，阿姨，您别着急啊，要不您先上车好不好？好，嗯，来，慢点啊，这。当时你也在。你那个举动，让我深深的记住了。举手之劳啊。那天在医院见到你，我挺开心的，但是。我又害怕你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也许这是医生这份职业带来的矛盾吧。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呀！我当时还以为……因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被你迷住了吗？不过我承认啊，你确实很迷人。行了。我认输，原本只是想逗你一下，没想到你这个男人呀，惹不起。怎么，颈椎不舒服？哎，职业病。那我帮你按一下。就是亲孙子，那相信从这儿之前，不要让老爷子找他媳妇。
家里面来客人啊，买这么多东西。啊，对啊，今天晚上有个约会。上班啊？你也起得很早啊，别迟到了。哎，这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哎，你说我要迟到的话，公司会怎么处理我呀？啊？吃你的早餐去吧。我肯定要好好的补充营养。哎，对了，家里还有人等我呢，我先撤了啊，拜拜，一会儿见。你戏怎么那么多呢？还吃早餐？白医生昨晚10点钟就走了，你跟空气吃的吗？不是你们现在这个点儿不送外卖了吗？许小姐，真巧，在这儿碰到你。你也住这儿吗？和童雨是邻居。啊，我刚搬过来的。你这么早走啊？也不早了，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呢，就先回去了。那。你是住他隔壁吗？刚才我们在客厅运动什么的，没影响到你吧？运动？这种说法挺新颖的。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有意思的。既然现在大家是邻居，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关照一下吧。毕竟童宇刚出院不久，身体还不太好。他身体不好，这个事情我不用知道。其实，我觉得童宇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他心地善良，嘴硬心软，是个值得交的朋友。可能今天我有点喝多了，话有点多，不要介意啊。再见。谁跟你说白医生来我们家吃早餐了？我跟你说了吗？什么意思啊？谁跟你说只有他能来我们家吃，我不能有其他的朋友吗？嗯。别噎着，听说你身体不好，好好补充营养。身体好着呢。哎，这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哦，你呀，可能老毛病犯了。头疼了，这脸色也不好了，要不今天请个假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你上班吧。好认真啊，郭老师。崔老师。郭老师，你怎么有黑眼圈了？你最近没休息好吗？啊，没事，应该是读书读晚了。那你可得注意身体啊。没事。郭老师，这个呀，是我一开中医馆的朋友给我的就诊养生卡。你别说啊，我去了一次，那老中医非常非常的好，我当时喝了他调的几副药，现在感觉神清气爽的。我想着你肯定也用得着，就给你带来了。而且你看咱们当老师的，要么久坐，要么久站，要么说话特别多，所以你得要注意身体啊。谢谢你啊，这个我真不需要啊。你别客气啊，你平时那么照顾我啊。这个呀，你就放心的收下，很好用的啊，拿回去了。
哎，老婆，你回来了。你在干嘛呢？我拼图呢。你还挺有童心啊。给岳子倩做点什么呢？最近压力太大，熬夜多多，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注意养生。养生？根据你介绍的病人的这个症状啊，他主要是没有休息好，要好好休息，睡眠要好，一睡好了啊，一切迎刃而解吧，就。效果显著吗？很显著，药材熬汤，再配合上一点红酒，这样呢，药效就可以发挥到最高，一定能睡个好觉啊！嘿嘿，许多啊，你今天几点到家呀？我给你送点东西。什么东西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行，不过今晚我加班，到家估计挺晚的。啊，那没事儿，我等你。怎么裂这么大一口啊？哎呀！怎么不接电话呀？干嘛呢？这是？二哥，二哥。哎呀，这二哥就是靠谱啊！别看下午一条微信都不回，但永远行动大过言语。养生药材都给我准备好了，好兄弟。这能好喝吗？你瞧你说的，当然好喝了。最重要的是。养生，中药乌鸡汤，来尝一下啊。尝尝，哇，烫！慢点啊，烫啊！怎么样？嗯，其实呢，我不太喜欢吃炖的这么软的乌鸡。啊？不过呢，你加了药材，这个药材渗透进鸡肉里，口感清雅。总而言之，我觉得你现在是当之无愧的街色主厨。真的，我就是你的主厨。哎，不如我们开瓶红酒庆祝一下吧。嗯，好。等我一下啊。哎，彤，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明明做了一件事儿，然后你睡了一觉起来，你发现这事儿好像压根儿都不存在。你知道不？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现在都在梦里还没醒呢呀？郭老二，我跟你说，你现在还在梦里呢。哎，到底什么事儿啊？没什么。这样吧，我告诉你吧，但你别多想啊。我给许多开了点中药。我今天早上在小区碰见他了，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学校那崔老师，给了我一张那个中医馆的免费体验卡。我一想，这不用，这不浪费了吗？我就给他抓点中药。哎，你说他身体不好，不会啊。这早上我俩刚过过招，那中气十足啊。啊，他经常头疼，啊，估计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你还挺关心的。我这是关心你们俩的。
后来有一事儿，之前你一直没有明确的回答我，就是你们俩高中三年这一男一女朝夕相处，就真的没有一些其他的感觉？那你跟他也同事这么久了吧？你俩这么朝夕相处的，你就没点真的感情了跟他？而且现在都搬你隔壁了，这墙敲开就过去了。还是你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你觉得我有吗？我不知道。你看，你是我这么多年哥们儿，你都看不出来，那肯定就是没有啊。那我也没有。放心好了，我不会欺负他。行了，我赶紧回去，我找我那药去。那你早点休息。唉，这个酒局怎么那么大呀？是啊，怎么感觉这天旋地转的？怎么回事？哎呀，我再喝一口。好热。怎么了？什么情况？林杰森！不是你怎么睡在我的床上啊？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会睡在你床上？我只是请你过来喝汤的，你怎么睡在我的床上了？这事儿你得跟我解释清楚啊！那你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解释什么呀？明明是啊！你说我这么单纯的一个男孩子，为什么突然一个女人在我的床上？我跟谁解释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脑子……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我李杰森怎么能做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情呢？我发誓，我绝对没有。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为什么我们俩会睡在一起呢？为什么呢？我知道了，我们俩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躺在了一起，明白吗？明白。还有这件事情到此为止。等等，你还要干什么？怎么能到此为止呢？这对女孩子来说是多重要的事情啊！我要负责。你可能对我有一些误会，认为我是不成熟、不稳重，但是在原则这件事情上，我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只要我们俩睡在了一起，我不管我们之间有没有做什么，我都要对你负责到底。你说你想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在哪儿办？是在你老家办，还是我老家办，或者在上海办？我觉得都可以。还有，我们以后要几个孩子啊？孩子是由你带，还是我带，还是由你父母带，或者我父母带？我觉得都行，只要是你提出来的要求，我都能够满足你。你是不是连孙子的名字都想好了？那倒没有。不过你既然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可以现在想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不用对我负责。你要记住，我要对你负责。李金克，你再说这件事情。你信不信？那也要对你负责。你不是在睡觉吗 ？OK 了。为了不被发现，只有两分钟时间。大恩不言谢啊！等我胜利归来。前面的车那么熟悉，是向前的车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江总，我们